罕见历史老照片。朴槿于1952年出生，197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，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。毕业后，普京加入了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。零罕见历史老照片，特工出身的普京不仅是柔道和跆拳道高手，他还会开飞机、赛车、潜艇等等。他还曾亲自上阵驾驶灭火飞机，在梁赞州参加灭火。罕见历史老照片，穿着西装的普京跟在领导后面，帮领导拎着包。罕见历史老照片，普京陪着领导出席活动，做领导的贴身保镖。身材并不高大的普京被淹没在拥挤的人群中。罕见历史老照片，普京拎着包跟在领导的后面，非常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。罕见历史老照片，跟着领导出席活动的普京穿着一套绿色西装，站在旁边悠闲地看报纸，其实他仍不时地观察四周的环境。罕见历史老照片，普京陪着领导外出视察，和领导下飞机后，站在领导人后面，眼睛扫视着周围，眼神充满警惕。罕见历史老照片，普京站在领导的身后，表情略带一丝微笑，发型非常独特。罕见历史老照片，跟随领导出行的普京表情很严肃，整个人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。罕见历史老照片，2000年普京当选了俄罗斯第三届总统。普京在任总统期间提升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国际地位，他被认为是一位铁腕总统。